搁讲起，不到我头决定要离开，放弃一切，远走高飞。雅婷，是雅婷，我觉得我最欣赏你的地方是雅婷有很有自己的风格，不管唱什么歌就是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你自己的诠释的感觉，虽然这不是你的母语，但是我觉得你诠释的蛮好，而且这个歌我觉得你是最目前我听到的最可以跳脱二姐的唱腔的一个人。好，那我也觉得你在一个歌的层次上面可以再发挥一下，其实你是可收可放的人，好，所以你现在唱这种很抒情的歌，你是非常收的在唱，好，可是你到副歌的时候，比方被共为宫本智子那个地方，其实他心里是很纠结的，你要把那个纠结可以释放出来，好 ，OK， 雅婷，是老师，我也太喜欢，很好听，尤其是你那个美语的部分，完全加分。阿美语，阿美语，阿美语啊，阿美语啊，美语啊，是英语，对，他在讲主语的时候，好像把我们带到那个海边去了呢，好，很有画面。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有点想吃，听完了想吃鱼了。但是今天这首歌，你有很多的很好听的方式，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混合着用，不要说整首歌都虚虚的，或者整首歌都硬邦邦的。因为有的时候听歌的人就是会期待惊喜嘛。如果说啊，你这假设说你这句是比较气音的唱法，那下一句是不是比较实音的唱法？那让听歌的人会被你惊喜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对你的期待了。好，那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很棒。谢谢老师。婷儿，我心已打烊了，用肉声唱一下。肉声。我心已打烊，我心已打烊，我心已打烊，我心已打烊。这，耶！对了，老师，你要的是这样吗？挂虾，挂虾啦，就是这样。那我下次不会客气喽。